易烊千玺考编事件最近闹得沸沸扬扬，事态发展更是在7月17日达到高潮。易烊千玺、胡先煦先后发文回应，力证自己没有利用特权，完全符合流程。回复一出，网友们也是众说纷纭，有力挺有质疑。歌手韩红就公开力挺易烊千玺，直接喊话：“千玺，我挺你。”除此之外，《爱情公寓》《破事精英》导演为证也就此事发文，网络审判绝非正义，只会让我们离正义越来越远。不知道内幕真相就出来力挺发声，为证也是够勇敢的。让李佳航都发文称破事精英醋，李佳航感慨于为证的愣头青行为，一些粉丝迁怒于破事精英，纷纷去打一星。李圣紧随其后发文：李佳航破事精英醋，其实二人过于担心了，小编去看了评分 7.7 分，依然坚挺，呼吁广大网友要冷静，人家辛辛苦苦拍的作品还是要公平公正。你觉得李佳航是最有种的男人吗？欢迎留言讨论。